是深深微妙法啦，九万来无所假啦，方法文法方法因缘刹那把握啊，就是讲咱这段时间一直一直都是讲法难无难，文佛法难。咱现在要听佛法，一点嘛都无困难。上重要的，发心是入咱的心，心是会当身体力行，应该这是咱现在的人最重要。也爱自我敬天，生命是无始劫以来，第九愿来呀，无所劫啦，生生世世，世世生生，下初道到彼道去。下出生啊，到来生，这呢，都是生命不断的循环，在六道中循环啊，在佛法的内底，会当真微细来甲咱解释，升天堂。虽然寿命长啊，享乐多啊，可惜呢，这业福那尽啊，还是同款，爱搁有堕落的时。那无听到佛法，无法度净福净慧，所以。还是随着这个业力轮转，福尽再对了。来人间呐，真好，就是会当听佛法，搁再呢会当看到佛所说法的真理，那在人间现象，予咱见证佛法。苦体，因为人间有安尼形形色色的形象，形形色色的人我是非，才有这么正多啊佛法真理来做见证。所以这就是在人间所得到，咱哪会当？拢总了解了后，自然的自我警惕，众生奉行，诸恶莫作，在秉持文笔，予咱启发了咱这念的初心，开始呢，咱运用咱的笔心嘛。总体大病，要安怎样投入灵魂？那开智用慧开始呢？用这个分别的智啊，用咱人人本具的慧性投入人群中啊，为人间去付出。那安尼，那唔免伫咧讲求天堂啊，安怎求啊？真自然，咱的心灵世界啊，就是超越天堂啊，迄份寂静清净，静如琉璃，宇宙无穷的大境界啊。拢是收纳伫咱的隔海中，心包太虚，这种的觉悟
境界，是啊，这么这宁静啊，啊，凡夫啊，凡夫就是不敢妄，所以咱的心啊，拢是缩在咱家己的范围里，缩在呢日常见闻啊，喜怒哀乐。在咱的心灵不断呐、啊，安尼，予咱的心定袂落来，这都是苦的。所以啊，求愿来沦落的凡夫的境界，才会讲的六道轮转呐。不懂，就是为了众生。所以呢，一大事因缘，大情感，讲真多的话，要予咱从佛陀所说的法中呢，起着迄份真尊重法的心。所以，讲过去二万定灵佛。不断，现在人间啊，不断的广度众生，真的，无非就是要让咱知影讲，咱真如的本性，伫救援劫来，要不断的顾好咱这念清净的本性，唔通去受。外面的境界无明，把咱覆盖去。所以，在《法华经》的开头，其实一上重要的，就是要讲，咱的本性永远存在。你看有法度通我伫遮尼侪佛啦，生生世世呢，就是文化修行法缘长期呀。这样，咱原来会当是安尼，抱着长久心啊，这求愿一念心嘛，无数劫的时间，咱照顾好咱这念心，日日修行，日日低调了，咱无明果位，咱也会当定定。过修好咱这念心，方法、文法、方法，方就是当着佛法的时，其实咱这念心呐，伫咧永远呐，咱拢总下，无不都是法。人人见着人啊，不管伊的习气是啥物款，都、就是这个人生命中啊，一本经，我来看这部经啊，这部是阿含经啊，啊，这部是黄定经啊，那或者是八字经啊，随着每一个人的形象呢，显出了人生的道理，所以方法并不困难，通达了道理呢。不管伊是甚物款的人，咱慧明正中发挥呢，咱文化的精神，就是伫大家人的身躯里读出了这部人间的道理啊，人甲人的中间呐的道理，佛法知啦。佮将这人间的思想合会起来呢，咱就会当弘法、弘扬佛法啊！看到安尼的人生啊，无奈呀、啊，生落来都是苦啊，贫穷即苦啊，唔只是贫穷，佮是呢，即边。残疾顶顶啦，啊，真辛苦。世间人祸偏多，只是出自少数人的心态。
会塑整个国家呢，那个工业吧，啊是安怎会安尼会工业吧？好，佛陀的佛法就是讲咱人人众生有依报有正报啊，依报呢那是过去生的这个恶因恶缘成熟，众生共业。就伫迄个所在，少数人的观念，那多数人啊，全国啊，人祸呢不断，这叫做众生共业。也嘛有人呢，明明都生伫迄个国家，灾祸也未发生的以前，伊离开了迄个国家，躲过了呢。这种的人祸灾难，所以讲起来，佛法的道理呢是非常的透彻，半点都由不得自己，完全的是因缘果报，这就是佛法啦。佛法呢，一旦让咱了解，咱就是唔通去做，做着恶因恶缘呐。那安尼，咱的人间呐、啊。拢是善因善缘汇集起来，那就是啊，人人互相爱的能量啦、啊。迄种的因缘呢，都、就是啊不断出现在咱的面前。所以因缘呐，哪怕是刹那的因缘，咱也会当呢刹那中把握着这个因缘，成为咱。一世人千秋百世呢，人间啊，何为贵人？何尝为贵人呐、啊？何尝呢？就是啊，启动佛法，启动人间道理，这就是啊，咱应该爱知呀。就亲像董事会啊，每一个国家伫咧分享哦。因伫因的交际地是安怎做组织？泰国来有一位大学生啊，家境贫困啊，已经呢无法度搁再继续读书落去咯。啊，因为碰到伊生命中的贵人组织啊，培养伊做学医，现在做医生咯，开始呢。伊嘛想要回馈呀，看到讲人甲人的中间都是缘呐、啊，也菲律宾嘛是同款呐。啊，有一个家庭，咱家看啊，看了后发现着，就讲啊，这个家庭啊，囡仔是遮优秀，伫要读书，家庭是遮尔真困难呐、啊。伊从小学一直到大学，拢是名列前茅，但是到个大学来啊，伊认为家庭遮尼困难，大学呢的校费阁是遮尼真多，所以伊都爱去打工。啊，伫咧打工这个中间呐、啊，功课都受影响，伊本来就是提迄、那个。奖学金嘛，啊，因为打工功课较差啦，所以呢，这个奖学金嘛，就减半落来。啊，减一半了后呢，伊就无法度呢去拿注册费，啊，都爱讲借钱啊，啊，无法度搁再继续，所以呢，就休学。咱组织人去到伊个家庭，发现着遮尔真优秀个年轻人呐、啊，哪通予伊休学呢？所以开始甲伊叫来以工代职，所以呢，甲伊叫入来分会人，那啥物工课都予伊做，然后呢，带去访视等等啦，去访视了后，这个。查某囡仔，伊已经咧，本来啊是真无快乐，人间足苦，
要看到伊的笑容难，确实呢，入来到咱的分会，予伊做工课，每一天啊有200几块，予领做工资，伫咱的分会啊，下当呢，甲真侪人接触，了解真侪呢苦难人，伊的心拢开啦，做一个真快乐呢，专心用功啊！哦，毕业是专校第三名，好安尼个，亲像即种个贵人满满是哦，伫迄个所在呢，已经帮助将近1000人要注册，这嘛就是因为遐有即群个菩萨啦。啊，这些菩萨呢，已经了解佛法、弘法，这些人拢总呢，就是生命中的法。所以啊，咱平时听法了后，会当把人生一切呢，当作是咱的佛法。那在咱的佛法中呢，要付出啦，菲律宾呢，一地呢，每一场的法弘。就是讲主者，予伊竹筒岁月，同时呢，改安伊的心顶顶啦，改变伊的人生生活无好的习气，啊，个案嘛足多呢。所以啊，这就是方法，甲这个佛法呢，咱去帮助伊，同时呢，佛法也予伊，甲主者呢。点滴生活啦，粒米成箩，这种的精神力量，看伊呢，也会当来帮助人。所以你想，这敢唔就是弘法文化啊，弘扬佛法呢？所以这当中是因缘，哪怕因缘啊，安尼接触到迄个刹那间呢，那及时把握，你就会当救足侪人啊！你就会当做真侪人呢，生命中的贵人啊！所以经文讲：无量无数劫啊，闻是法亦难；聆听是法者，殊人亦复难。吼、哦，好像是足难吼、哦。经过拄只甲大家人解释过去吼、哦，咱就知影佛法真正是无难，只是呢。咱无解接受伫内心哩，无用伫生活哩，所以闻而不闻呐，听甲无听差不多。真呢，因为听了法无存伫咱的心，法要存伫咱的心，都有影困难呐吼。啊，所以啊，国落来讲，譬如油昙花，一切。皆爱傲，天人所喜有啊，时时乃一出，这是一种的譬如啦。在法在人的人间呐、啊，亲像油昙花同款，真正的油昙花呢，在佛法讲，几千年才有一现，一切皆爱傲，因为呢。这些真稀有，几若千年才会当开一遍呐、啊，所以唔是遐简单，所以大家人拢真期待会当当到油昙花开的时，这就是真期待啦。唔只是人间期待，天人所稀有，天人呐、啊、对油昙花会当开呢。伊嘛感觉真稀有啊，所以时时乃一出吼，啊，这咱就知影讲，油昙花是一种的譬如吼，这个花啦，非时不现，唔是时间，油昙花未开啦。Thank you.
开油炭花呢，一定有伊个大因缘呐。所以非时不现呐、啊，现即为其时。伊一现呢，一定呢是有大道理，开始伫人间现的时阵吼、哦。所以啊，这个花现嘛是真紧都下吼。所以时时表示呢，这个油炭花虽然呐、啊，偌久才开一遍，几千年才一遍呐、啊，伊都爱有因有缘，它开啦。太机太缘，这个机甲缘要汇合，这呢就是爱用心去等待哦，这个花。太时而现，所以叫做时时。太什么时呢？就是迄个根甲基，都只讲啊，根基遇到了佛法啊，就是因缘呐。咱若当着呢，咱来赶紧把握，啊，亲像油炭花啦，好的因缘咱无把握，那放过去呢？安尼就消失去啦，所以《法华经》讲啊，那佛果舍利弗啊，如是妙法啊，如油炭佛花时一现呢，吼，就亲像油炭佛花同款，安尼一现即消失去吼，那天人所稀有啊，时时乃一出。时时就是时间真久真久真久的时间，才有出现一处吼。所以天人对油炭花一出现呐，都是真赞叹吼。这些大根大枝大叶，对不对？有成熟的时，不过呢，这个大根大枝大叶会误呢。是啦，都爱看咱是毋是及时把握，及时把握，它就是永恒啊。譬如讲，逐天都伫咧听啊，为佛教为众生，无同的国家分支联络处，伫遮尼侪国家呢成立起来，有的国家呢正式成立董事会。这些人间菩萨啊，在这些国家，大家人敢那为一项代志，为佛教，为众生，大家人伫咧开会报告出来呢，敢唔多是呢？为佛教，为众生啊，简单六个字，那就是在迄个因缘呐，五十多年前啊，这。师公，安尼轻轻六个字出自伊个口中，我都安尼，迄、那个刹那的一念间，好好赶紧接受来，这个方向无变啦。这念间呢，影响了我的一世人，这念间啦。也已经呢，普遍地，偌年真多的国土啊，偌年真多人间菩萨，现在人间呐，佛陀两千多年前理想中的菩萨世界，现在呢是人间世界的菩萨，会当。及时行菩萨道，去付出这种爱的力量啊，真正是予人真感动啊！所以讲起来，时时乃一出，时时真长久、真长久、真长久的时间，时时嘛，用你讲道理，永远、永远存在。但是呢，这么长久才现一处，就是表示
金鸡言回合。金鸡言回合呢，是安尼一撮就过去啦。所以啊，咱爱把握的刹那间，所以啊，油昙花乃是稀有久远呐，时乃一出。真正这个因缘拢汇合啦，才有一变。所以因为安尼，譬如出世现万福难顾啊，这个油昙不花。你下当显现的时，就比如咱前面讲过的经文啊，要当着人心啊，听着佛法啦、啊，那现万福难，这呢是前面咱讲过去，所以讲油昙不花，对天人来讲呢，对天的莲呐、啊。都讲几千年啊，何况咱的人间啊，真难得啊。所以，咱爱把握机会啊，人人呢都是咱的福啦。咱爱常常用感恩心对每一个人啊，用尊重心呢来接受每一个人所显出的相，这是福难。知影道理，道理的形象生作安怎，是伫每一个人的心上啦。因呢，人我是非中呢，予咱体会到，哈、啊，原来呢，人生啊，就是这么正复杂，无明复白，就是因为安尼的习气来，这种的形象，予咱体会。什么叫做无明？那也看到讲，安怎去付出了后呢？改变了人生，作为人生中的贵人，那教导咱安怎行菩萨道。所以咱爱时时用尊重的心，感恩、尊重、爱，安尼呢，才是真正这条菩萨道呢。行会通的路啦，人人呢，现在咱的面前呢，无不都是真精彩的法。各位菩萨，咱来时时尊重人间，感恩人人啊，为咱的教育，真呢，都爱时时多用心啊。